队请准备。这都没转，你们不服个啥呢？我们尊重。你看，就这一棚棚，他都，因为他第一棒很稳，第一棒也很重要。我们给他们他第一棒施加压力了。这么快？嗯哼。哎呀妈！转起来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小心，你不能倒啊！哎妈！来的太突然了，这个。你好累啊！你在这边。我在这边吗？我在这边吗？我不能在这边呀！给我。别你这盆多。每一个棚子都是人家扯过来的，你的那个绳都是软的。还剩十五秒，快！咱们得快点，这没时间了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往那拖，哥，你干什么？没时间了。你给我俩再喝点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加快，我加快。扯一点，扯一点。李老板，哇，李诞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就满啊！快快快！其实你们不用快，因为你们赢了。哦，蛋哥已经尽力了，他在大喘气了，已经。五、四、三。简单了，真的，那杆子上应该有火。下一集让我看到节目组的心意好吗？不用玩了呀，你们已经赢了，你可以再放一个组啊。你们玩啊，你们要超过我们呀，搏一搏，搏一搏，单车换摩托来。金老板，花点钱了呗？我去吧，五万。就你这手，你跟我说五万，然后你帮我接最后一棒，这水不都？你两万都多了，这手。最后一棒。拼姚 PD 吧。姚 PD。拼姚 PD 吧。我贼弱这游戏。我知道你很弱，就是要这个。姚 PD， 姚 PD， 姚 PD， 姚 PD。我觉得姚 PD 来的话，可以给你们组加三十秒。真的，姚 PD 来加三十秒，姚 PD 来。不行，你怎么不行？我都没衣服换，等会儿。别逃了，实在不行我拖给你啊。我们真的需要你，节目做到现在不容易，没爆点啦，就靠你了，姚 PD。是防水的，就穿着这个。综艺首秀。哎，锁，输赢已经不重要。你们不能让他当舀水的人，舀水那湿不了。哦，是哦，你得在第二棒才好看。不要不要。他这舀个水不好看呀。晶晶，姚 PD 要第二棒。姚 PD， 你玩第一棒怎么说服艺人？你怎么说服艺人接受你这种游戏？啊！我第一棒来，姚 PD 来了。什么啊！我牙全湿了。是你还怕湿？你应该怕的是节目没爆点。
去吧，来来去吧，来转起来吧，道具花钱做的，别浪费了。请准备。你从下面走好不好？你从下面走好不好？你从下面走。你看了这么久，你过来点呀！来。哇，坤把这个转的好长啊！我还需要努力，我觉得这个好厉害。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！转起来了，小心小心！姚一天那儿都没什么阻碍，怎么就能撒了只剩三分之一呢？快点快点，来小姚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这这你设置的有长度限制。PD 玩的确实很水，姚 PD 你过来，你从下面。什么鬼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。等一下，要不还是姚 PD 第一棒吧，我拽不动，来你过去。姚 PD， 你能盛满吗？打出来！你给我半杯是什么意思？你还往外倒！哎，姚 PD 往外倒！啊，他这个人，这个人，真的以后我不会上他的节目了。真的别上，你都别上。不是你们花钱没有这样？今天没花钱。不花钱来的还那么多事儿，不花钱就别找事儿。金晨是芭蕾，好，金晨可以，人家十几年芭蕾舞功底。倒计时30秒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加油加油，至少还能挣个30万，我觉得。金晨歇会儿，别伤着腰。好好好。Yes。 快来快来，快快快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快快快！还有还有，哇，好累！倒计时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五。五、四、三。不到八吗？不到八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来来，你手套，你手套，你手套，给他拧到八啊！导演也上那儿捏手套了，导演也把捏手套水去了。哎哎哎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。主题，体验过程中。嘉宾们喜笑颜开，心旷神怡，乐在其中。为了让广大网友也能享受同款乐趣，跑男来了在线教学如何在生活中制造恐怖氛围。这首先你要有个景，然后你得有个副总导演。南瓜啊，姚 PD 喜欢南瓜。副总导演叽里呱啦，我对着我们拍。那个，我说这个还行啊，这个是这季为止最精致的场地，每个场地都很精致。还是拍强哥吧，不要拍他这俩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这种颜色其实蛮对，加上一丢丢诡异的光，我们下去了。来个那个金山伯爵的光，对，这是好，这是好。蓝色、绿色为主，比较阴森一点，配上那个就是烟机。方导演。这种对，
个就对了。崔大方，风机租两个够，电风扇也行，你租了两个电风扇。还行啊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蛮好看的，到时候肯定会有那种惊悚那种感觉。加点儿音乐音效，弹幕都拉开，对吧？关上，然后进来了，稍微有点光，灯全亮，完了那边有骆驼，那有骆驼，骆驼，然后大家开始跳起来了。算了，不要啰嗦，我们接着奏乐。这时候打开期待里面这部戏是什么，对，大家先去关注。这四盏灯一直在亮着，我就没法就是进入这个氛围。我看我再感受一下啊，再走一遍，亮了，黑了，对，就是稍微有一些变化，心跳的感觉，蜡烛的那种感觉，烛光的那种。等 Q 你再拉木啊，然后稍微慢一点，越慢越好，不着急。这个木拉得越慢越有那种感觉。还走一遍。快了。一遍又一遍。那个木再拉回去。对，都不着急开，这时候可以开。对，慢一点。我们重来吧。到时候这里头全得给它黑起来，我们先调一遍，然后那个等一会儿姚 PD 来了之后现场再改一下，大致的这个就是排好，他再改就是调细节了，这样比较节省时间。对了，下一步你还要有个总导演。哦，在两边是吧？对，因为一会儿还有那个投影下来嘛，投影效果不是特别好，不是很清楚。他会这样看。总导演偷细节，所有的灯全部黑掉，黑一下，首先让大家意识到不对劲了，然后再光把这个东西打出来，能不能一下来先不要动，就朝正面弄出来，这样开始慢慢走，要不然他就追着看了。可以啊，来偷细节，让他把这好，这个这样就是这样，拍到脸看到四也不可怕。还是嘎嘎抠细节，把自己砸碎，你就赢了，成功。I'm the winner！ 哇，还是会崩哎。他是这样，他是往下滑了一下嘛，刚才。他们我们说他们会怎么对这个是正常艺人应该。我们都是横的，试一下横的或者左右边。应该就是啊，不敢砸，有些极客肯定不敢。对，你试一下没事。我不敢砸呀，你摘。不记。这不太行啊，天哥。你看这是没能够，所以他可能最后砸进的就会有这个效果，他不敢砸半天。确定没事不会见啊？没事。稍微远一点。小心。对我们，但上面这碎，一旦碎会往出崩玻璃，如果不碎的话就。对我们一般砸的都是这种的多一点。那他这样也是科学的吗？真的呀。比我的力气大。贴两层膜，那我再试一下吧。最后加上这样那样的操作。闪闪的光，对，有点像那种闪电啊，闪电之夜，闪电的，一直闪，突然闪一下，让我们来看看效果。哇！这，哇！吓一跳！走，别唱这歌呀！观众朋友们，学会了吗？
时间过得很快，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大家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跑男来了，也要锁定我们浙江卫视每周五。